哇，这个很难耶，这个我自己都不会。这个如果布布讲出来，我觉得会很屌。What's this？ 他答对了，今天这个都可以答对。这个我真的不行耶，你放我也不会耶。OK。最近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留言说他们很想要听布布讲英文，但是我发现布布好像在家里都不太讲英文，我都不知道他现在英文到底学怎么样。英文程度太烂，就不想跟我们讲英文。有这样子的事情 ？Maybe 被他看不起呢哈。所以我们今天决定要来跟布布玩一个游戏，默默跟布布 PK 英文单字，看图说英文。你会不会输掉？怎样啦？是不是我让他的啊？哎呦，那你怎么不自己来跟他 PK？ 没有，因为我太烂了，我一定输。你还有一点瓶颈，所以我们今天就决定要来用英文单字卡来 PK 看看。布布，你在 school 有讲 English 吗？都有讲 English 吗？那你回到家，你为什么不讲 English， 都讲 Chinese？ 爸爸，我想用鸡在 chicken wing。怎么想要用鸡在 chicken wing？ chicken wing 是什么东西了？好，那布布，等一下我们来念 English 好不好？你跟妈咪比赛 English， 我们用这个，加加阿奇幼幼园的英文字卡 A B C， 我们来试试看，你跟妈咪谁的英文比较好？是我？是你吗 ？Are you sure？ 是。哎呦，那等一下呢，我会用这里，因为我这个全新未开封哦，所以没有人能作弊。等一下我会问默默还有布布上面的东西的英文名字，看谁答对的比较多。那我们就开始喽。Let's go。好，给大家先看一下哦，它就是有颜色啊，动物啊，或者是上面有什么东西。好，那反正我这边呢已经把它洗过了哦。哎呦，我随便抽一张哦。第一题是这个 ，OK， 好，然后我会遮住。Three, two, one. What is it? Spider. Spider， 不不加一分。这个是第二题。做好。哎，你不可以作弊啊！你不可以作弊啊 ！What is it？哈哈哈哈哇，好厉害呀！中文是什么 ？Chinese robot。Chinese， 这这是 English。Chinese robot， 机器人。机器人就是。哦，跳舞。哦，这样是什么？Next one， 大家看一下 ，What's that？Chicken 啊，什么 Chicken？ Chicken 啊，你没有 Chicken 啊？不是，这个是 Umbrella。Umbrella， 哇，布布三分了耶 ！Umbrella 是什么？哦，什么时候要用 Umbrella？ 下雨。下雨。这个我觉得他如果答一开头的那个也可以。哎，不可以偷看。Back。What's this？哎。哇，妈妈先讲了。这个呢，其实是 Yolk。下一题。这个不不会，但是我不知道画这样，他知不知道是什么 ？What's this？ 鳄鱼耶！哎，同时哎，两个都加一分，哇，好厉害哟、哦，你都会耶！这是下一题 ，Three, two, one. What's this？ Alligator。哎，大龙，大龙，小声一点，大龙。妈咪得分。哎呦。这个如果讲一个 P 开头的，我觉得也可以。What's this? Toy. Toy. Present. 好 ，P 开头，这是 gift。妈妈得分四比四。啊，这一个。What's this? 妈。哇！太大声了。布布答对了。哇，这个很难耶，这个我自己都不会。这个如果布布讲出来，我觉得会很屌。What's this? Santa Claus. 答对了。Santa Claus 哎。学校我教，好厉害哦！哇，你好厉害、哦！我靠，今天这个都可以答对，这个我真的不行哎，你放我也不会，好厉害哦，连这个都会。Next， 什么点啊 ？What's this？ Basketball！ 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为什么你要这么大声？哎，这个搞不好是他的震慑的方式。你太大声了。没错，这个。What's that？Lion！ 哇，妈妈赢了 ，Lion！ 因为他还有。戴帽子什么？他以为可能是别的。他可能是这样跳舞啊 ，dance 哦，在 dance 吗 ？OK， 这个 What's this？ Monkey。哎，这一场平手。再过来是这个 ，Three, two, one, go。Elephant。哇，好快呀、啊！这个 What？ Clock。
哇哈，妈咪赢了。我们家的 clock 在哪里？我们家有 clock 吗？Yes. 这个还是这个 ？Two one. Bread. No. Toast. No. 烤箱。抹在上面是什么 ？Jelly. Jelly. No. 果。果还可以砍果，还可以砍果。OK. 这个还是这个 ？Three, two, one. Apple. 怎么用力？这个布布最爱的哦。Two one.哇哇！剩下最后一点点哦，这个是布布喜欢的，阿爸喜欢的。What's this？ 马德梅勒。请问为什么到底要做大？这个是这个，这个我觉得默默也不会。我觉得我会。Three, two, one. A kite. A kite. 默默会耶 ，kite， 你慢了一点点啊。最后四题哦。帮我吗 ？Three.Two, one. Bicycle. Bicycle. 哪里有 bicycle？ 后面的白色的是什么？爬爬的。爬爬。什么爬爬？公布答案。Net. Net. Net. 哦，这个布布应该知道。What's the animal? Tiger. Yeah. 好，这个。Two, one. Zebra. 哇哇哇哇！平手。最后一个啦，这个我自己都不太会。What's this？ 爬爬。哦，又平手哎、欸。这个你不会？我不会啊。布布好棒，所以最后赢的是谁？我。对，就是你赢的。我好棒。Yes。A B， 你会唱 A B C D 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O P Q R。W X Y Z， 哇，好棒啊！我们来看你认不认识英文字母啊 ？O 是哪一个？哇，哪一个？哪一个是 O？ 耶，好棒！哪一个是 A？OK，、okay, 那哪一个是 Z？Zebra 是哪一个 ？Z Z， 耶，嗨。爱长什么样子？哇，对，好棒！最后一个是 V， V， V 是哪一个？你 ？Are you sure？ Yeah。No， that's you。他的隔壁啊。他的隔壁，尖尖的是 V。好棒！第一届布布英文 PK 妈咪大赛，布布获胜，掌声鼓励，拍拍手。什么脸？你那什么脸？好的，那大家觉得布布的英文怎么样呢？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刚刚他回答出这个 xylophone 的时候，哇，是 xylophone 吗？是吗？这个是怎么念？ xylophone。xylophone。OK， 他回答出这个敲琴的时候，让我有一点惊讶。那大家觉得布布的英文怎么样呢？有没有好棒？有吗？好棒，对不对？我觉得你的老师看到这支影片，他们会哦，好险，好险，平常没有白教，没有给你的 teacher 们闹亏啊。对，点头什么意思？喜欢布布英文 PK 大赛之后，搞不好还可以跟其他人 PK 看看。很多人说很喜欢听你讲 English 哦，你说谢谢，谢谢。好可爱。好，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给一个赞。那记得分享这支影片，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我想呢，我想一起讲话呢。你想一起讲话、哦？好。好。好什么好啊？自己在一边好。